官武是忧患入胜的代表，除了是儒家的圣人，也是佛教的徛拿护法。听讲官武死了后，孤魂显灵伫咧佛教玉泉山，经过僧人普证开导了后，心生惭愧，而向大师求受三皈五戒，正式成做佛弟子，誓愿作为佛教的护法。相传元世祖因为尊崇佛教，封官武为佛教监坛，这是官武伫咧佛教地位法定化的开始。官武义勇相传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一部由人到神超凡入圣的伟大传奇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官武的故事。上一集咱有讲到官武召集众将士伫大厅集合，已经知影官平伫外口害死人，即马要等官平亲嘴承认。官武大声对众人讲：“官某治军一向严格谨慎，无想到竟然有人敢伫我的目睭下闹事，违法乱纪，无将人命当作一回事。”众将士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唔知影官武讲的是啥？官武一双目睭只盯伫官平的身上咧看。众将士随着官武的视线，纷纷回头转向官平。虽然知影这件代志甲家己无关系，但是这种的气氛也是予人感觉着惊。每一个人拢疑惑摇头，拢唔敢加问一句。官武真生气地看着官平，大声讲：“官平，你可知罪？”官平向前行一步，老实地回答：“枪马打死儿童阿嬷，害儿知罪。”官武本来心肝内还有几分的希望，希望这是一场误会，希望这不是真的，希望听到官平讲人不是依台的。但是这阵亲耳听到官平承认，代志都无当时依地了。对官平的行为，官武除了失望，搁较济是痛心。伊问官平：“我平常时是安怎教你的？敢讲你拢放袂记住啊？”官平一字一句的念着：“读好册，讲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，这是管事的家训，孩子无放袂记住。阿爹为了让我甲小弟小妹记好条，并且实践这十二个字，要求阮逐工拢都爱练习武艺，也阁都爱读册写字。阿爹捌讲过：凡将者，知好武，不识文，愚者也。所以阮三兄妹逐天除了学人武艺以外，一定会读《春秋》《论语》这些书。”官武愈听愈生气，讲甲是有理有路，做的又阁是另外一回事。官武大喊一声：“好啊，官平，你敢知影杀人？杀人是爱背命的啊！”官平当然知影杀人是爱背命的，心肝才会这么啊扯把柄。头暗暗，早都已经目屎流满面了。官平慢慢地抬头，目睛里感到目屎，目睭金金地向着官武。伊心内想的是：这个头沉落去，这条命都是伊来背。若是伊摇头，要背命的人都是官兴。伊又搁哪会当让官兴面临被抬头的命运呢？官平看着官武，规半工讲袂出话来，最后伊也是沉重的点头，算是予官武一个答案。这个时阵，痛苦绝望的，毋是只有官平。官武心头一个准，双眼睁开，双手持伫个椅仔的扶手，寥寥会当看到椅仔脚微微啊震动。片刻了后，官武掰开目睭，对众人大话讲：“来人，
将官兵抓出去斩首。老将赵瑞赶紧跪下来为官兵求情，伊是看到官兵大汉的，官兵个性仁义忠厚，为人善良，会打死儿童，这一定是意外。赵瑞请求官武，念在官兵军功显赫，饶伊一命。其他的将领听到官武的命令，嘛做伙跪下来求官武饶下官兵。唔通让伊死，官武讲：军令如山，唔是伫咧办公会啊。太人如果无背命，要安怎平息民愤？来人啊，拖出去斩！几名刀斧手惊向前，轻脚轻手，歹势动手。官兵无想要让大家为难，家己起身，让刀斧手压着红军，准备要来离开。将士王普赶快步向前，将因抓落来。伊对官武讲：“这个案件牵涉到军民的纠纷，应该交由荆州官官爷来审理。军校未使私下定罪啊。”赵瑞嘛同意交由荆州官爷详细来审理，不一定这其中有误会，卖冤枉何人？将士拢同意。将官兵交由官爷来审理，官武思考了后点头答应，先将官兵拍入大牢，明仔载才押送到荆州官爷宫审。官武伫咧大厅询问官兵的经过，吴金鼎已经为花家兄得到消息，也知影老阿嬷的孙死亡的经过。官兵虽然不是乌金丁亲生，但是乌金丁用性命担保，官兵绝对不是太人的囡仔。唔知恁敢有袂记哩？以前也阁讲要卖掉家己的衫裤去救这孤苦的老人，一个心中有爱、心存慈悲的囡仔，要哪有可能犯到杀人的滔天大罪哩？暗时。官武一个入去到房间，乌金丁激动的目屎干目耳，不管是拜托也是恳求，请官武一定要三思。这么多年来，官兵甲大家出生入死，立下真多战功，按照道理来讲，是会当将功抵罪。迄、那个囡仔的死只是一个意外，假使硬要抓出凶手，迄只乱枪乱撞的牛。这应该负最大的责任，要杀应该杀那只牛。官武听到怒气，这不是理性的乌金丁会说出嘴的话。他知道乌金丁是伤心过度，一时无法度接受事实，才会口不择言，胡言乱语。官武不忍心责怪乌金丁，他长长的叹一口气，什么话也无说。乌金丁继续讲：“假使是官兄串下这个大祸，官武一声令下，要杀要剐，伊未有半点的怨言。但是官兵不是因亲生的，当年官兵的老爸老母亲手将囡仔交予官武，到甲尾啊，却是官武亲手杀了官兵。这边怎向官兵的爸母交代？边怎对得起官兵的爸母啊？”官武叫乌金丁卖阁讲啊，官兵唔是亲生的，但是也是伊身上的心头吧。官武叫乌金丁都爱冷静，那是加入太侪私人感情，都无法度客观公正的看待事情。官武问讲，换一个立场来看，假使今仔日打死囡仔的是别人引导的囡仔，你讲？我敢不应该将伊定罪，予伊背命哩？搁再讲，假使唔依法处斩官兵，这荆州的军纪甲国法，要敢要维护哩？我若是徇私枉法，以后要怎样治军？要怎样治理荆州哩？乌金丁放开官武的手，心灰意冷坐伫咧面床头，对官武的反问，伊无言反驳。乌金丁清楚地知影，伫咧情、理、法方面，伊只有情这个理由，
只会当不断用亲情打动观雾，请伊望开一面。观雾坚持依法处理，乌金钉无力地步步后退，因为伫咧法治的字顶面，伊一点啊徛会条卡的立场都拢无。乌金钉点点的流着目屎，心肝内除了唔甘，还阁真自责。伊身为老母，对救囡仔一命这件代志，竟然无能为力。看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风声榜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隔天一透早，观雾、乌金钉、乌斌以及众将士伫大厅，每一个表情严肃，因为等一下啊，官兵就要被押解去荆州关押。周仓就去个来来回回，行来行去，花家频频看向乌斌，伊个眼神伫咧向乌斌求救。即马会当说服观雾的人，只有乌斌。过真久，乌斌回头问乌金钉：“你敢阁会记得阮房亲戚迄个小表兄白强吗？”乌金钉规暗拢无困，有气无力，一声。乌斌讲：“白强八岁一冬，父亲不幸来过身，母亲真坚强，温润打起一个厝。白强总是个让人严肃、无爱笑的感觉。”你敢唔知影？伊自细汉非常的搞怪，像阿个啊母亲生气，被母亲约来拍。周仓讲：“这个乌老爹是咧创啥？这个时阵敢有适合开干吗？”华杰暗示伊讲：“卖去。”官武伫停停的坐咧，伊伫咧等待官兵的到位。矛盾的是，官兵一旦出现，就表示伊将会被押送到荆州关押了。乌金钉无心听老爸讲啥物，不过无关系，乌斌也毋是要讲予乌金钉听的。乌斌家己做义工，毕竟逐天至少爱予人拍两摆，那无连伊家己拢会感觉到奇怪，因为伤过头贪耍了。细汉的时阵，学习的成绩真差，有一届。毕强考试的成绩是全班倒头算第二名，伊一个生气，竟然偷偷将打出来成绩榜单拆掉。天真的掠准讲，安尼就无人知影了。后来，毕强到达大汉了，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练伊刻苦耐劳、勇敢迎接挑战的坚强个性。渐渐的，毕强的成绩对着大家。伊嘛意识到，原来家己浪费了偌济年的时间，为了予家己的成绩提高得搁较紧，毕强将所有学过的课本一一找出来，分类装订做伙，然后伊一天复习一科，搁再加上排定的新进度，安尼持续了几落年，到甲尾啊金榜题名。官武看了乌斌一眼。虽然心烦，但是伊是丈人，也歹势叫伊点点，卖阁讲啊。周仓对华杰讲：“那无，我去大楼将官兵救出来，让伊离开这，总比让人站头较好。”华杰敢那看出乌斌的用意，叫周仓阁再稍等一下，静观其变。乌斌继续讲：“有一年，毕强来处理。”阮两人谈起了这个往事，心肝内感慨万分啊！毕强讲过，青春上界可爱的所在，都是在于有大量的时间会当讨债，会当犯无数的错误，因为也会有改正错误的时间。讲到即阵，大家才听明乌斌的用意。赵雷讲，倒一个人无犯过错误呢？
犯了过错，会当马上改正，善莫大焉呐。王父刷落去讲，君子的过错，就好亲像日食月食同款，所犯的错，每一个人拢看甲清清楚楚。但是，当伊改过的时阵，就会亲像日食月食彰显光明同款，每一个人拢会仰头看着伊。何冰搁再刷落去讲，有过是一个，唔肯认过又搁是一个。一人就两个皆无，一不人就两个不免。所谓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每一个人拢会犯错，重点不在于犯错的原因，或者是严重的程度，而是要爱知影承认家己的过错。认错嘛是需要有勇气。何斌也未讲完，关羽甲乌金丁两个人拢站起来。因为官兵披行地阶，被阶也压盖出现伫咧大厅咯。官兵扑通一声跪伫土卡，靠咧向乌兵、关羽、甲乌金丁拜别。伊讲以后袂当搁伫你个身躯边真孝道啊，爱外公甲阿爹阿娘保重身体。官兵也请乌金丁转告关兄，阿爹年岁大。爱关兄担负起长子的责任，在阿爹的身躯边为伊分忧解劳，安尼伊在九泉之下，咪当安心啊！乌金丁走向前，将关平揽在怀中，一直叫关平的名，我会祸害伊啊！阿娘对不起你，无能力救你，我会疼啊！徛在门外就床，伫要挡袂掉啊！花结冻伫个头前，无到最后一刻，唔通轻举妄动。官兵披行地阶，无法度拥抱乌金丁。伊规个人摕伫咧乌金丁个身上，以前摕伫咧阿娘怀中是奶奶，今仔日摕伫咧阿娘怀里是告别。官兵不停地安慰阿娘，请伊保重身体。乌金丁叫官兵放心，听讲荆州县令办案一向不枉不抢，伊一定会查明真相。过失打死囡仔，应该罪不至死。官兵轻声对乌金丁讲：“这件代志，请阿娘唔通搁再担心，也唔通搁再追究，一切就由伊承担。”乌金丁未明白地问讲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官兵无回答，头越过关羽也好无到倒位去，早都已经目屎流满面，不忍心搁再看到官兵。关羽心痛的下手，叫爷爷将人带走。爷爷将官兵为乌金丁的怀中扭开，乌金丁亲像被人拆破了心肝同款，无助哪哭的哪话讲，兵子。我的囡仔，关平叹起身的瞬间，交代乌金丁，一定都要记得伊拄则讲的话。大礼参拜阿爹阿娘甲外公了后，关平三步两回头，慢慢的行出了官府。关羽甲乌斌一直对着关平，亲身送伊出大门。乌金丁卖讲送了，伊已经软高高的倒伫咧涂骹，爬袂起来。这是乌金丁第二届送别囡仔，顶一届是亲生后生放手，今仔日嘛是后生关平。乌金丁慢慢啊了解到，所谓相亲甲囝儿事事关系，只不过代表着你甲囡仔的缘分都是今生今世，不断的伫咧看着囡仔的背影哪行哪远，父母徛伫咧小路这一边。看到囡仔，就渐消失伫咧小路转弯的路角，而且囡仔的背影甲你讲，请你唔免搁再约了。无定着，老爸老母甲囝儿的缘分，都是一张哪行哪远的亲目送伊走。有的时阵，真正免你想过头放在心内，那无就放下，那无就看开，才是上界好的结果。
人伫咧悲伤离别的时阵，天公伯啊，总介意落一点啊，湿湿啊雨来斗老烟。一阵凉风吹过来，关羽突然间走倒来大厅，问乌金钉：前几工啊，你为关平添的迄领新战袍呢？天气变冷啊，摕出来给关平戴伫身上。乌金钉即马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走倒去房间。等伊阁出来的时阵，关平已经消失了。乌金钉摕着新战袍，徛伫街头，真茫然四处咧找囝的身影，一直喊咧：“平儿啊，平儿！”看袂到的迄头是关平脚步缓慢的背影，看会到的这头是一位母亲心碎无助的背影。在道德经讲，囡仔生落来虽然甲咱有血缘的关系，但是身为父母的人，无应该将囡仔当作所有的财产，只有放手，才会当让囡仔真正成长成熟。明仔载请继续收看关羽的故事，咱再会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关平亲口承认是他纵马踏死毛毛，关羽本来心里还有几分的希望，但是现在听到关平亲口承认，事情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。对关平的行为，关羽除了失望，更多的是心痛。关羽心头一颤，闭上双眼。片刻之后，关羽睁开双眼，对众人喊：“来人呐、啊，将关平拖出去斩首！”胡金定热泪盈眶，要关羽三思。他说：“关平立下许多战功，可以将功抵罪。”关羽认为胡金定肯定是伤心过度，接受不了事实，才会胡言乱语。关平的父母亲手将孩子交给关羽。未来他要怎么跟关平的父母交代？虽然关平不是亲生的，但也是关羽的心头肉啊。如果加入了太多的私人感情，就不能客观公正的看待事情了。胡金定松开关羽的手，心灰意冷的坐在床头。对于关羽的反问，他无言反驳。胡金定清楚的知道，在情理法上，他只有情这个理由，只能不断地用亲情打动关羽，请他网开一面。关羽坚持要依法处置，胡金定无力地步步后退，因为在法这个事上，他一点站得住脚的立场都没有。关平被衙役带往荆州县衙，临走之前，关平叮咛胡金定。这件事情不要再追究了。天气变凉了，胡金定带着前几天为关平缝的新战袍，要让关平带在身上。不过等他跑出街道时，关平已经走远，留下伤心无助的胡金定。他看向远方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三分钟聊关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话拨号码
4227478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